州南路、广州十市圣心堂、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、广东省中医院、广州市第三中学的乘客，请准备。列车即将到达一德路站，请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只有淘宝廉价键的那种感觉，一点都不有绝世好键的那种。上头不论是跟他说开古风，还是说什么传承，还是跟他说什么那个上古神兵，没有，他最后出来都是淘宝廉价键。虽然不是9.9块包邮，但是也绝对是99包邮那种。小戳子的大师兄，这个剑倒是确实好看多了，比那个9.9包邮强多了。但是这个箫长得都不知道是个什么鬼，这个箫像是有加门炮在前面。除了颜色太诡异了，而且是不是太丑了。